姐妹们平时化好妆后有没有感觉到脸型不立体，整体没气色？那可能是你化妆的最后一步没有做对。看我最近新入手的俏艳气垫腮红，上脸的感觉真的很不错。这款气垫腮红拿在手里真的蛮小巧的，粉粉嫩嫩的，超可爱。 我们并不是要沾取腮红哦，只需要旋开粉和下层盖子，去掉保护盖，再像这样拧紧就可以啦。使用的时候轻洗的往脸上轻压几下，就能完美上脸啦。它呢一共有四种颜色：珊瑚红、橘粉色、小桃红和奶茶裸。像我这样偏黄的肤色呀，可以试一下珊瑚红。我比较习惯在笑肌的位置由外往内打圆。 打出合适的腮红是可以起到修饰妆容的作用哦。所以说呢，打好腮红真的很重要，刷出小V脸，告别没气色。推荐你也来试一试俏艳气垫腮红哦。